得退位必有余殃，这句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但就说听过，我也希望大家牢牢记住这句话，时时在于警惕自己。当干部的要有当干部的样子，我们如果用心观察，就会发现一种常见的现象，有些人在基层的时候是个优秀的战士，可是一旦被提拔成干部之后，就开始暴露出他们的各种缺点。这种得腐配位铸成大错的例子不用到历史书籍中去找了，在现代社会和广场中就经常可以看到熏活的例子。这个例子我也经常也跟大家也讲过，好像是不止一次跟大家讲过。有一种人，就是他在当排长的时候表现很好，一旦叫他当个副领长就冰掉，只要一升一级他就冰掉。这个就是得不配位，说到底也就是素质问题、思想问题、水平问题，归根到底也就是思想觉悟问题。所以我们每个人要注意学习，要注意自我修养，只要你在这方面注意了，那么我当排长也是能够成成功功当好，当领长也能够成成功功当好。所以一旦说你当过领长当不好，你不可能还要让你去当过副营长、营长，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要精神，首先我现在在那位置，我就要先从这里来做好，才有可能晋升。如果我现在的位置我做不好，组织上不可能把我这样一个不称职的人上升到另外一个更高的位置上。